当最后一根香被燃尽，神不再被信仰，神立誓为众神归祭，千万年修筑的神庭倾塌，复神时代终将来临，轮回之门开启，神明四散人间。林蝶，或许在这天宫只剩下你能听我说话了。生离死别，六道轮回，我曾以为只有凡人会苦恼，原来神仙也难逃命运。不是梦哟，不管你信或不信，神明就在你的身边。小心，真是大人！小神仙，这就是你费尽神力寻找的天师大人吗？对付你，剩下的神力就够了。天宝律令，燃！让你再得意一阵吧，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坚持罢了。究竟是不是毫无意义？接下来，你一定会知道的。点击这里切换至神，点击这里填充神使进阶所要的材料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神使进阶解锁，点击这里打开神神术装备至对应的神使技能草，神使学会了新的技能，释放魂火，觉醒神术，急急如律。开启宝箱，看看获得了什么好东西。神术材也可以提升神术等级，大幅提升神使战力，点击这里填提升神术等级，获得大量属性加成。随着战斗时间推进，可持续积攒魂火。魂火已积累完毕，释放指甲觉醒技能。战斗前先提升，点击选择云中子，点击这里切换至神，点击这里填充神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转至信息，神使只能穿戴，与云中子穿戴，云中子并肩作战，抓捕咒怨吧。云中子拥有优秀的输出能力，释放觉醒造成巨额伤害。
正中靶心，急急如律令。功能完成境界，你身体的境界入口点击前往按钮，解封宝箱，获取神树残叶。使用神树残叶，提升云中子的神树等级。点击这里填充神，提升神树等级，获得大量属性加成。完成任务能提升境界进度。我曾会因为战场，快来招募到更多的绅士吧。提升地藏王的实力，点击选择地藏王，点击这里切换至，点击这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境界吧。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转至神使，只能穿戴与自身同系的。招募到强力神使地藏王，快与他并肩作战吧。哦，是需要我引路吗？我们正高歌猛进。哦，你说这个阿瑞斯送我的，无论死亡。神树等级，点击选择地藏王，升级神树等级，增强神使战力。神树残叶不足，点击前往获神树塔，可以获取到神塔立于苍穹之上，无界无边，有神明镇守。真没想到，我闻到了这里，说不定挑战神树塔守卫，获取神树残叶吧。将紫霞移动到前排，吸引敌方火力，立即开始作战吧。神秘的血腥味，急急如律。安息吧，好好享受灵魂的。正中靶心。要的就是出其不意。获得神树残叶，快去给地藏王升级，升级神树等级。增强返回作战界面，试试威力吧。让我听听。我的名字大家都觉得简单。那里空无一物，只有一滩囚禁月光的湖水。
前前方有很强的达成关卡解锁，请接任务完成，快来领取，前往提升神术等级，完成任务吧。我的身后是黎明的初辉，是无可替代的。我的高阶神术，点击选择地藏王，选择更高阶的神术，穿戴高阶神术可提升等级上限。继续挑战神术塔吧。将地藏王移动到下方，优先攻击敌方射手单位。让我听听死亡的音乐。我最擅长调教不听话的小狗。我的名字，大家都觉得忌讳。宫不仅有仙子，还有兔子。我的名字，大家都。但愿地狱的业火，燃尽有罪的。但愿地狱的业火，燃尽有罪的灵魂。